小安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你想办法救了我吗？哼，我哪有什么办法？是韩香想的。韩香？嗯。韩香，我来帮你。不用了，你没事就好了。哎，我听小安说是你想办法救我的，你有什么办法救我的？我今天很忙，改天再跟你讲啊。你怎么了？ 怎么变得这么奇怪，而且干嘛一直背着我？你怎么了嘛？你的脸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让长征赏了几耳光，啊，过两天就好了，没事的。是不是为了救我？不光是为了你，也为了我自己。你被囚禁，那我的新乐器怎么办啊？我们还要一起去考阅公爵呢，韩香。 韩香弹的这个琵琶有几个音都不准，你的扬琴也是。那怎么办啊？考核就快到了，你们还没有像样的乐器啊？你放心吧，夏荷跟静莲知道我们钱不够，已经先借给我了。等我下个月月俸出来以后再还给他们。小安，给。好。记得你去办货的时候帮我跟韩香买个新的扬琴和琵琶。没问题，春华姐姐还有韩香姐姐的事就是我小安的事。 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韩香，你把万贵妃的衣服放到林司正那儿去，又怎么会知道他们会做工，然后好查出林司正私藏荷包的事情了？哎，我也不知道行不行的，不过呢，我总要试一试。大家都知道，在后宫啊，最不可以开罪的就是万贵妃了。她的衣服不见了，那大家还不得翻遍宫中找啊？只要把事情闹大了，那些心中有鬼的人就会自乱阵脚，那春华也就可以放出来了。 哎，聪明就是聪明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哎呀，可是这样让韩香吃了不少苦吧？几巴掌算得了什么呀？我们呢，要往远处看，月宫局啊，正等着我们进去呢。嗯，我们一定可以考进月宫局的。嗯，接着练。 客官真识货，这张琴是名家所作，音色特别好，只卖6两银。<笑>好，我买了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老板，嗯，上次我交代你留的扬琴和琵琶，快给我拿来。哦，琵琶没问题，可这扬琴被这位客官看上了。那怎么可以？你答应过要留给我的。哎，话虽如此，你也没下定金。
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想要买啊？那怎么会是假的呢？我是在宫中一位姐姐买的，她要用这洋琴来考进月宫局的。哎呀，那你看看这张，这张琴也不错的。我不要不错的，我要的是最好的。万一姐姐要是没考上，我不误了她的前程。哎呀，那这，哎，老板啊，既然这把琴事关重大，那我就不买了，让给这位小兄弟吧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公子。谢谢你，谢谢。没关系，君子成人之美，你不用谢我。祝你那位姐姐早日考进月宫局。一定，我那位姐姐的琴艺跟她的人一样，又美又好。嗯，哎，那太好了。客官，您再看看别的。好啊，来来来。请问这里方便吗？请便，请便，多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去那边看看，那边风景不错。好，整天看书都累死了。就是，我们在此歇息一会儿吧。好，好。几位兄台，你们也是进京赶考的？是啊，兄台也是金科士子。在下常州杨勇。我们都是高邮人士。在下江淮。在下高令奇。在下吴康正。难得今日我们有缘相聚，坐下来一块喝口茶吧。来来来来来，那就不客气了。坐坐坐。敢问杨兄怎么有雅兴在这里喝茶呢？我是走累了，我刚才去那边玩了，那边风景挺好。是吗？是吗？哎，那过会儿我们也去那边看看。好啊，谢谢。你们几个来京城多久了？知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？我们刚进京不久，也正想四处游玩一番，胜过天天在客房中苦读啊。我觉得你说的对。嗯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是不是？是是是是是。今后你们要是去哪儿玩，也带上我吧。哦，那最好不过了。如果有杨兄的加入啊，一定游兴更佳。是啊是啊。那好，那好，那就说定了。这样吧，初七我们在城中牌楼见面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嗯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好，杨秋，告辞，告辞了。好，不送，告辞。好，不送。慢走啊。哎，哥，那些是从高邮来的世子，也是过来考试的，特别健谈。我看啊，健谈的是你。不管人走到哪里，都能结识到不同的朋友啊。不是你说的吗？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如果这次不是元放元大哥他，我们怎么可能住到那么好的地方呢？道理呢是没错，只是啊，现在考试的时间快临近了，你不要因为一些旁骛把诗书丢在一边。放心，我会合理的安排好我的时间的，我是一定不会失手的。这样最好。还是觉得在这静心读书比较适合。
小姐。今天就到这儿了，秋儿，我们走。是，小姐。姑娘，请留步。对不起，刚才在下经过，被琴音所吸引，方才走过来一看，打扰姑娘雅兴，十分抱歉。袁公子，这周大人所提之事。潘大人，皇上现在年少，又刚登基不久，为人臣者现在正应多提兴国安邦的建议，望皇上采纳，这方才是我大明之福。啊，袁贤侄，老夫年纪老迈，虽说被先皇重用，可是这一朝天子一朝臣呐、啊。老夫现在在朝中的位置真是今非昔比了。周尚书想让老夫一同觐见，我看此事所托非人啊，更怕坏了你们的大事啊。潘大人，哎，袁贤侄，我想你应该读过《帅难》这篇文章，亲者意见。老夫现在已经不是皇上身边的宠臣了。你说，周尚书再让老夫和他一同觐见，此事再由老夫先开枪，我想恰恰是适得其反。请袁贤侄代老夫向周尚书回复。此事啊，请他另请高明吧。可周尚书此等建议是有益于黎民百姓啊。是啊，袁贤侄，周尚书字字铿锵，老夫我十分的认同，但是联合上谏一事，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，请袁贤侄代为致歉。这哎，袁贤侄啊，老夫最近这头痛病经常发作，恕不能久坐，我已经命下人为你准备了客房，你不如在此休息两天，然后再到济南去找梁大人不迟啊。谢大人厚爱，那元芳就不客气了。来福，大爷，带袁公子到客房休息吧。是，袁公子请。之前交情不浅，此人才智甚高，文韬武略更是胜人一筹，将来有可能就是栋梁之才，我怎好随便开罪于他呀。那老爷为何不跟他连成一气呢？这皇上刚刚登基不久，喜恶未明，随便站在哪一边，不就是把自己往危墙底下推吗？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明哲保身。老爷，您可真是老谋深算呐、啊！这老谋深算，那是贬义词。老夫这是高瞻远瞩。哎呀，这没念过书就是没念过书，上不了台面。是是，给义父和四夫人请安。哎，干女儿，免礼免礼。看我这女儿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。晴姿啊，我听琴师说
你为了练习舞蹈，一练就是好几个时辰。虽然是件好事，但是最要紧的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。义父放心，青姿会照顾好自己的。这就好。啊，青姿，你看，这是你爹娘刚寄来的信，拿去慢慢看。啊，谢谢义父。老爷可真是的，对自己的女儿也没有这般轻声细语过，每次见了青姿总是眉开眼笑的。你懂什么呀？好好待她，日后有你的好处的。秋儿，去泡壶茶。是，小姐。这琴声是从哪儿传来的？啊，一定是青姿小姐在练舞。青姿小姐是老爷的干女儿。哎，请您早餐。原来她是潘大人的干女儿。她为什么会在后园隐气呢？
跳得好啊，青姿，你的舞是跳得越来越好了。多谢义父赞赏。啊，我看呢，跳了半天你也累了，回房去休息一下。秋儿，带小姐回房休息。是，老爷。袁贤侄啊，昨天睡得怎么样？很好，谢大人关心。刚才在下听到的乐曲之声是……啊，那是我干女儿，她在练跳舞。干女儿？啊，原来如此。潘大人，我……袁贤侄，你我两家呢？是世交，本想让你们两个早就见上一面，可惜啊，他已经定了亲，实在是不方便啊。定了亲？确实不便啊。贤侄，你若有时间的话，老夫可以找人带你到附近去游玩一下，你看怎么样啊？不必了，在下正是来向大人辞行的。哦，这样也好，还是正事重要，老夫也不好强留于你。等到回城之时，你若有时间，再过府一聚。谢大人厚爱，路经此地，必定来拜访大人。好，在下告辞，慢走。父皇叔有礼。贵妃娘娘，那日在周太后席上，老臣多有得罪，还望娘娘海涵。五皇叔言重了，酒后失言，小失一宗，何须挂齿啊？酒醉三分醒，老臣虽出言无状，但亦有各种道理。娘娘现在是独宠后宫，但须知进退，如太嚣张跋扈的话，恐怕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娘娘自己啊。五皇叔请放心，臣妾一定将五皇叔的话记在心中，但这番话放诸四海皆通，也望五皇叔之进退。太嚣张跋扈的话，吃亏的终会是自己。汪直在，我们回宫。是。中人了，贵妃娘娘息怒，千万不要动气啊，这样会伤及您的贵体的呀。本宫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了。哎，对付这种人一定要有耐性，欲速则不达呀。这个老匹夫，仗着周太后对他眷顾，非但对本宫不敬重，就连皇上也都不放在眼里。如果皇上日后对他不满的话，那这口气不就咽下去了吗？你的意思是，贵妃娘娘，这个人既然是目中无人，那他咎由自取之日还会远吗？娘娘只需做一件事情就可以让皇上的宠爱不减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百毒不侵，群魔属手。Thank you.
臣妾参见皇上。哎，你我何须多礼。爱妃，你刚才失神遥望，所为何事？皇上，这花您还记不记得？应该见过。哎，这什么花呀？皇上记不记得先皇复位那年，前皇后带着宫中上下到万觉寺酬神，沿途这种野花正盛开，臣妾还采了好多给皇上欣赏。是啊，不觉一晃已有十多年了。当日景致臣妾仍然历历在目，只可惜想就地重游已非易事。爱妃啊，这有何难，只要你喜欢，你我大可为夫出游。真的啊？哎，哎呀，还是不去了。为什么？万一被周太后知道了，臣妾又多了一条诱惑皇上万由之罪。是朕诱你为夫出游，你何罪之有？二请王旨。在。明天一早给朕打点打点，朕要跟贵妃微服出游。是皇上。停！皇上，这里的景色跟宫中真是大有不同啊。如果不是爱妃出言提醒的话，朕还真是欣赏不到如此的美景。皇上，您看，那可是当日途中所见的花。皇上，您看，正是此花。来，爱妃，朕还记得当日也是朕给爱妃佩戴此花。臣妾当然记得，皇上对臣妾所做的一切，臣妾一刻都不曾忘记。这又何尝不是啊？哎呀，看到他们只有一句话：只羡鸳鸯不羡仙呐。汪公公，你只有羡慕的份儿，你别忘了，你早已经是公公了。你心里很痛快吗？那你又能好到哪儿去啊？啊，在宫中除了皇上之外，你还会有别的姻缘吗？皇上，我想都不敢想。看到吴皇后的下场，有谁不怕？我还是要命的。月月，就刚才那番话，你已经死十遍了，知道吗？我不是看跟你们熟吗？不熟，我才不说呢。谁跟他熟？皇上，来。爱妃啊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儿的树比宫中的茁壮？是啊。皇上，这是臣妾给您准备的，尝尝，好吃吗？放箭的，皇上饶命，饶命啊！马上回宫。王旨，在，你跟禁卫彻查此事，看看是否另有内情。是，皇上。哎，皇上，起驾。哎，大人，我真的不是刺客，我只是个猎户，我是无辜的。大人饶了我吧，大人，求你了，大人。情况如何啊？回娘娘，皇上失忆时受了惊吓，
服几副安神定惊的药，便会康复。哎呀，那就好了。张太医，皇上受惊之事，千万别走漏了风声，尤其是不能让两宫太后知道。下官明白。二喜，送张太医出去，顺便安排皇上煎药之事。如果有人问起，就说皇上是受了风寒。知道。太医，请。爱妃啊。皇上。让你操心了。皇上，都是臣妾一时大意，提意外游，才令皇上受惊。臣妾该死。朕不允许你这么说。你奋不顾身，舍身护驾，用自己的身体挡在朕的身前，这情景跟小时候一模一样。爱妃对朕的忠心和爱意，朕此生都不会忘记的。有皇上这句话，臣妾死而无憾。朕不许你说这种话。爱妃啊，你不用担心，你看朕不是没事了吗？敢行刺皇上，胆子够大。就是。汪公公，汪公公，怎么样？你们审的怎么样？啊，汪公公，我们对他已经用过了各种刑法，可是他都说他是打猎路过的，不慎放箭，才惊动了皇上。我们也派人到窝头山查过了，他的确是那边的猎户，已经三代住在当地了。哎，你们审了半天也都累了吧？我特地从御膳房带了些酒菜，你们到外面去吃，也好好的休息一下。啊，多谢王公公。走，哎，走。刘勇，大人，我是冤枉的，我真的不是什么刺客。我只是个猎户。你是不是刺客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惊吓了皇上。认也是死，不认也是死。大人，求你救救我。我上有老母，下有妻儿，我给你跪下了，求你救救我，救救我。要救你呢，也不是一定没有办法。真的，大人，你说吧。只要能保条生路，让我做牛做马我都答应。大人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大人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什么条件都答应。真的，大人，真的。好，有办法。皇上，下去吧。皇上，去吧。你说猎户招认？是武皇叔指示他来行刺朕的。刘勇是这样说的，皇上。武皇叔虽然是个鲁莽之人，但是先皇蒙难之时，他还是对我们施以援手，而未曾向当朝皇帝取悦。皇上，此一时彼一时，当时他可能权衡利弊，知道地位早晚会回到先皇的手中，所以才会对皇上一家施以援手。现在他就是以此鞠躬，对皇上也不放在眼里，生怕日后失势，所以出此下策也不足为奇啊。这恕汪直直言，关乎皇上性命之事，全部都是大事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汪直所言有理，武皇叔此人也该严加惩办。现在只是一人招认，如果轻率惩办的话，难以服众啊。皇上，此人若有异心，必有异动，所以皇上可派奴才四处打听，他是否真的有谋反之意，若查出真凭实据，再将其惩治也理所当然。皇上，如若不及早防范，恐怕养虎为患呢。爱妃言之有理，皇侄，在，朕就派你去探查武皇叔对朕是否有疑心。汪直遵旨。
少爷，吃早饭了啊，来了。哎，勇儿呢？啊，还不出来？我这就去叫他。钟伯，我来了。哎，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啊？可能是昨晚睡觉着凉了，所以早上起来我就觉得忽冷忽热的。哎呀，这么烫啊！不行，我去替你请个大夫来。哎，哎，别去了，请什么大夫？我休息一天就好了。哎呀，那怎么行啊？你不能耽搁的。哎，哎，怎么了？不对，今天是初七吧？啊，我约了高邮那几个世子一块儿去游览的呀。哎呀，你都病成这样了，还怎么去啊？快坐下，快坐下。我不去，他们会一直在那儿等我的。嗯，要不这样，我去替你传个话，你就在家好好休息，快坐好。你呀，多喝点白粥，啊。你帮我传话去。你放心吧，这事儿交给我。啊，吃饭吃饭。来，那个杨永军怎么还不来？就是啊，不是约好了初七吗？是啊。再等等吧，好吧。不知哪一位是江淮啊？在下正是。杨勇是我的弟弟，他今天身体不太舒服，不能跟大家一起外游了，特地叫我来通知一声，免得大家久候。哎呦，那真太可惜了。今天何兄有位同乡，是朝中五品太监，答应带我们到景山遥看皇宫外貌。是啊，是这样，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。就是啊。哎，杨兄，既然来了，一起去吧。是啊，这样啊，一起去吧。去吧，杨兄。别有。宗叔，哎，这都是你的朋友？是。好，难得我村中侄儿进京赴考，今日我高兴啊，我带你们上景山看看紫禁城的面貌啊。走走走。兄，既然来了一起去吧。哎，对啊，也好，书上看过，可是真正的皇宫我还没见过，今天真是仰仗各位兄台，我杨洛才有这个机会啊。别客气，我们也都是沾了何兄的光嘛。走吧。哎哎，走吧走吧走吧，行行行，哎，咱们从这儿进去啊。这几天真是辛苦爱妃了，守在朕身边寸步不离。只要皇上龙体安康，臣妾万死不辞。从小到大就只有真儿你对朕最好了。哎，皇上不要胡言乱语了，下人听到成何体统？这只是说说心里话，何须管别人怎么看。好了，皇上再走会儿吧。皇宫竟然有这么大呀。是啊是啊，那边是不是金銮大殿？对呀，再往里边走那就是御书房了。将来呀，你们金榜题名当上了三品大员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在那儿啊跟皇上共襄国事了。老公公，今天多亏你给我们做指引，我们大家才能一览无余啊。是啊，哎，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啊。我进宫数十年了，深得皇上太后和皇叔的信任，今日啊难得有同乡子侄们进京赴考，我呢就特意选了这么个地方来，嘿，做个好兆头啊！我就希望你们呢个个的都能金榜题名。哎，老头我呢这脸上不也有光彩不是？是，何公公，您在宫中举足轻重，就算以后我们都当了官，向您请教的地方还真不少呢。哪里哪里啊！不过啊，这宫里的规矩啊，你们呢还真得慢慢的学。是，何公公说的是，那日后就有劳宗叔指点了。哎，一定，一定啊！哎，哎，你们看，那边好像有人过来啊。是吗？哎，真的，真的。该不会是皇上和嫔妃在游园吧？哎，给我看，你们看，给我看看那边，好像真是皇上。